青中队全副武装破门攻坚。冲，走，放下，不要动，放下，这三，给我放下，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什么名字？衣服都还没穿好，男子一脸惊恐就被包围。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走吧，不要动！原来他就是黑帮诈欺案的林姓成员。落网后，警方发现他的女友也涉案，更被起底是知名的抖音网红。外形靓丽，还有圆滚滚大眼，拥有1.4万粉丝追踪。林姓女子经常在社群软体上分享影片，是抖音 closer。这回负责打诈骗电话，假冒客服，一同被警方逮捕。而根据调查，周姓嫌犯是天道盟分子，投放名人投资广告，称对方抽中股票，被害人投资135万以及13.5公斤的黄金，损失高达3000万。破获周姓犯人的7人诈欺集团，查扣现金及手机等证物，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。抖音 closer 误入歧途，想靠诈骗赚一笔，结果落网恐怕还得吃上前科，辛苦经营的形象瞬间跌落谷底。3D新闻顾彦松、林玉君新北采访报道。